像照片胸很大，下面也很大，总之整个人看起来就很大，可是头很小啦。他不喜欢打王者的人呐、啊，要打王者的人 unfollow 掉他 IG。他在吃东西的时候嘞，不小心把那个食物嘞掉进他的胸口里面嘞。Kita merdeka, sayangi Malaysiaku, sayangi Malaysiaku, tanah airku. Ini kita punya. 喂，公主，记下这个日期好不好？什么？不是我生日日期，我是不会去记的咯。8月3号，你敢讲不是你生日？8月3号，怎么了？什么事情、是你生日对不对、其实也不关你生日的事情啦。 Hello， 不是跟我讲干嘛？就是那个 Fing and Sam、在8月3号、要跟我们见面呢。 Fing and Sam 啊、什么活动哦？就是那个什么 FX Crossover Acer Day 哦，与你一起玩音乐唱歌给你听耶。哇，好像很厉害的活动，你是不是很想去耶？天哪，这一定要去啊。 Fing and Sam 很帅，我想去。可是重点是几点呢？早上10点半。10点半啊？好像很早，有点太早啊。不过没关系啦，为了我男生，我宁愿要早起，要去看他们啦。哇，牺牲好大哦。那如果要去的朋友，一定要去 Mid Valley Megamall Center Court 咯，不要去错地方啦。OK， 我先笔记哈。飞远山真的很帅耶，我是男生，我觉得他们也真的很帅耶。可是接下来讲这一位呢，我也觉得很帅啦。谁哦？不过帅不要讲。钟胜钟，你觉得帅不帅？可以啦 ，OK 啦，我可以。然后就是钟胜钟呢，他前几天不是跟网友在 KOL 水站吵架咩？还删掉那些帖啊，对于事情闹很大这样哦。可是今天哦，他又有勇气在 KOL 水站 post 另外一张照片。哇，这张照片胸很大，下面也很大，总之整个人看起来就很大，可是头很小啦。可是这一次呢，他就没有跟别人吵架咯，目前看到啦。因为大家对这张照片的照片那些 comment 呢都还蛮正面的，就说呢他身材很好啊，很帅啊，他们讲得像林志颖耶。志颖、我是觉得钟胜钟比林志颖帅啦。好啦，我讲完啦。可是钟胜钟这次真的很开心啊，他应该不会想要删掉那些条啦。哎呀，他开心，可是我们的女神李元玲不开心呢。我女神怎么了吗？你还是在IG 发言讲说啊，他不喜欢打王者的人啊，要打王者的人 unfollow 掉他 IG。 他就讲啊，一整天低头望着手机，不关心身边大事的人啦、他的 IG 不查这些人啦。还好我是没有打王者荣耀啦。这不是王者荣耀啊，你给我放下手机。不好意思哈、这样子的话我们要聊什么呢？你我要跟你讲哦，最近我们的女神米奇啊又发福了呢。哇，有吗？可是我不介意哦。嗨，她最近呢就被拍到她在梳妆的时候偷吃东西。那很正常啊，人都会饿的嘛。她只吃比我们多一点点罢了嘛。她在吃东西的时候嘞，不小心把那个食物嘞掉进她的胸口里面呢。这个你绝对办不到咯，不要羡慕人家啦。重点就是，他就会从胸口里面把那个食物掏出来，放在嘴巴里面呢。天哪！如果是那块食物，你说多么的好啊！你就不要笑想要啦。这画面看了真的很疗愈耶，我看了100次啊，放慢看呢，这样哒哒哒哒哒哒，哇，热啊热啊！他这个姿势真的是比他的写真集还要撩人呢，真的很棒。这样我们差不多聊完了啦，我们该讲的都讲了啦，我们是不是要收工了咯？没有讲完，不可以走先哈。我们最近那旅行团不是很红吗？你有看没？没有啦，这不是重点，这不是重点 ，OK？ 重点就是嘞，最近有好几个 YouTuber 嘞跟歌手嘞，就一起合唱了《情非得已》这首歌。哇，新版的吗？也是中艺人哦。有谁唱歌呢？给我想一下，就是白光组合啊。天哪，我很喜欢他们哎。是哦，然后还有周越啊，哇，很棒哎，我爱他。还有 Danny 徐佳玲，哇，是我偶像哎，你全部都喜欢啦。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 Jason Chan 啦，有点像我的 Jason Chan 啊。好了，我们 OK， 那我们新闻的最后来看一看这段视频啦，看看这首歌有多好听咯。那么不要看大喜呢，怎么办？明天见不到他们了，他们会想念我们吗？应该不会啊。好，再我们下个星期见啦。拜拜，继续手机啦。孤独が満ちた入り口、まなばすか狂わか、不甘心やじゃこまなはん、ビビるまんぼくりだたるくる。